声音无所谓吧。声音不能跳，跳没得声音，房子那个。房子什么？要跳有声音哦。跟你调声音关了的。那我再录一个，录过了吧？录下面，录吧。现在真的收了。各位老师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张军老师，在全国讲解三个课程。第一个课程是妇科美容班，第二个课程是脉发针灸阳痿早泄班，第三个课程是102种疑难杂症。我们今天晚上讲的乳腺增生的治疗方案，就在102中讲解的。102个疑难杂症是讲解每个病的治疗方案，和其他老师讲课啊有不同。其他老师只讲解手法，有的只讲解针法，我们是讲每个病的治疗方案，如何把这个病作为 一名医生，如何把这个病看好。它包含5个方面：针法、手法、秘方，还有张仲景的经方，还有心法。现在我们讲解乳腺增生的治疗方案。乳腺增生是妇科最常见的乳房疾病，中医上又称为乳癖的范畴，好发于20到40岁的人群，临床表现为多个大小不一的肿块，同时伴有疼痛。临床上分为2种症型，一个与情志有关的，一个与月经有关的。它是肺炎症的良性增生，有癌变的风险。乳腺增生第一个症型与情志有关，导致了情志上不爽，又由情志不爽引起了肝郁气滞，由于肝郁气滞导致了气滞受限，由于气滞受限导致了肝郁伤脾，由于伤到脾了导致了脾湿运化，痰浊内生而形成了乳腺增生。这是第一个症型，往往与情志有关，
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熟悉好记，我们把它叫做肾气型。第二种与冲任不顾有关，内分泌代谢紊乱或失衡，导致了雌激素水平增高。由于雌激素水平增高，使得乳腺组织增生过度，复旧不全。长时间的乳腺组织增生不能得到消退，而形成了乳腺增生。我们把第二种冲任不顾的，它与月经有关，我们把它叫做月经型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好记了，乳腺增生两种症型，一个是肾气型，一个是月经型。我们来看病，望闻问切嘛，对不对？问就是两种症型，看你月经来的时候痛不痛，看你肾气的时候痛不痛。临床上这分为这两种症型。那么这两种症型我们清楚了，具体怎么治疗呢？下边我们讲乳腺增生的治疗方案。先讲乳腺增生的针法。乳腺增生，比如说这个患者左侧有乳腺增生，我们就在同侧的中指掌指关节棘突部任意选一个点，我们可以在这里选点，这里选点，哪怕这里选点都可以，离血不离经，只要在手筋心包经上任意找一个点，在这个掌根部就行了。竞争方向指向中指尖，但是不能超过第一个指关节，针尖到达这里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来一个针，平次的，然后来回连转，让患者按摩乳腺增生的部位2到3分钟，这个乳腺增生啊，疼痛消失，肿块明显减小，甚至于消失，对于单纯性乳腺增生。我再讲一遍，有几个知识点。第一个，竞争点是同侧的中指掌指关节棘突部，任意取一个点，任意取一个点。第二个，竞争方向指向中指尖。第三个，不能超过第一个中指缝，然后来回连转，不留针，来回连转2到3分钟，不留针，就这几个点啊，让大家能够清楚。
左侧的乳腺增生，我们就在左手，在左手这个部位竞争，啊，后面一点还可以，平视的，治好之后，来回连转不留针，啊，治过之后，疼痛减轻，甚至于消失，肿块明显缩小，甚至于消失，啊，这是我们讲的乳腺增生的第一个征法。我们请朱家老师啊，我们也有可以把那个图啊发到我们这个直播间。下面讲乳腺增生的第二个征法，在腰底部结节松解，也是在同侧的腰底部，同侧的腰底部，比如说这个人啊，这是人同侧的腰底部，在第三腰椎到第五腰椎之间这么一个范围内找他结节，一般是在同侧，他右侧有乳腺增生的，我们在这个部位能找到，左侧有乳腺增生，我们在这个部位能找到。为什么要在这个部位找？这是乳腺增生的反应点，反应点。我们找到之后，用认真用认真进行松解，松解时候分为三个层次，比如说乳腺增生，在右侧这里，把它扩大一下啊，为了讲清楚，这里有乳腺增生，增生的反应点，腰底部结节有个反应点，我们竞争点可以在这里，可以在这里，可以在这里，你看你怎么顺手怎么好，把我的拳头啊比划为腰底部结节，把我手中的笔比划为认真。我们先在结节的下方进行平刺，向不同方向平刺，然后在结节的中部不同方向平刺，然后在结节的上方不同方向平刺，分为三个层次进行松解，最后检查一下这个结节还存不存在，如果还有，我们就把它按住这个结节，用大拇指啊，用大拇指按住这个结节，垂直认真垂直向不同方向松解，用这个方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劳动力，一般结节两到三次就松解开了。说这个结节松解用的是好认真，分为三个层次松解的，先在结节的下方进行平刺，然后穿过结节的中部进行平刺，最后在结节的上方进行松解，检查还有我们可以垂直向不同方向松解，这是我们讲解的乳腺增生第二个针法。第三个针法，三载痛气，我们请朱家老师啊，请朱家老师
把七八卦的图发到这个直播间，哦，我们来画一下，好不好？画一下，声音调大一点，他们说声音小，上面调大，好了，关了，这最大声音，我们可以回放。我们在上课期间直播间讲课啊，不像在现场讲课，哎，我们请大家遵守纪律，不要随意的提问题，你们要提的问题啊，我都清楚那个几个指示点你们要问的，讲到最后我们会安排时间让大家提问，你问的时候啊，我没有时间不方便回答你，因为我们讲课有个流程，等我讲完之后你感觉到还不明白的，我们然后再逐一逐一的进行回答，好不好？如果现在遇到问题的，你记在本子上面，估计讲到最后所有的问题基本上都讲到了，万一你再不明白，最后我们留时间让大家提问的。好，我们在这个黑板上画一个七八卦，啊，假如说把它放大，这是一个肚脐，上边是离位，下面是坎位，这边是正位，这边是兑位，这边是均位，这边是艮位，这是乾卦，这是坤卦。所谓的三宅通气啊，就是在艮卦向外平视一针，在兑卦向外平视一针，因为艮卦是三，兑卦是直，三宅通气。有的老师可能对七八卦不明白，也不容易记住这艮卦和兑卦。我们把这个肚脐八卦看成一块手表，这个上面是十二点钟，下边就是六点钟，这是三点，这是九点。那么这个艮位就相当于什么？七点半的位置，兑卦就是三点的位置。那么现在就清楚了，哦，所谓的三宅通气就是在七点半再一针，三点钟再一针，都沿着肚脐边缘向外平视的，用的针就是4.0乘50的针就行了，留针时间1个小时。为了增强效果，我们最好在这个上面放一个艾灸盒，艾灸1个小时，艾灸盒就放在肚脐上面进行艾灸。另外为了增强效果，我们还可以引针。所谓引针，这是肚脐左侧有一片针针的，我们就在肚脐外三横指处画一条线，三横指肚脐外缘的三横指画一条线，在这条线上任意找个点指向左侧的乳房就行了。那么如果他右侧有乳腺增生的，同样的在他的肚脐边缘旁开三横指，啊，旁开三横指，啊，画一条线，在上面任意找一个点，针尖是什么指向右侧的乳房就行了，就是把气导引到要治疗的乳房，同样的也是留针
一个小时。这是我们讲的乳腺增生的第三个症状。第四个症状，乳腺增生有的比较顽固，我们需要用妊娠，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好妊娠，小一点的好妊娠，比较细小的好妊娠。假如说左侧有乳腺增生，我们直接把这个乳房立起来，用好妊娠直接对准乳腺增生进行松解，一次性就搞定了。这一招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，因为能上到乳腺管，所以说对于没有结婚的姑娘不要用。并且我们做的时候，这个好妊娠，这个好妊娠啊，它的刀口要和乳腺管平行。比如说这个手机代表好妊娠的刀口，把它放大一下，我们只能这样放，乳腺管是放射型的嘛，是吧，只能这样放，我们不能这样放，这样放就切开了多条乳腺管，只能是与它平行放，明白了吧。并且为了安全把皮肤立起来做，往往一次性搞定。做乳腺增生啊，这个方法是来的最快的，一般不到万不得已我们这个方法不用。乳腺增生呢，我们就介绍这个四个方法，我们再复习一下。第一个，在同侧的中指来回连着不留针。第二个，也是在同侧腰底部结节进行松解。松解的时候我们分成三个层次松解。第三个，三载痛击，在7:30向外平刺再一针，在3:00向外平刺再一针，留针一个小时，同时艾灸。第四个，直接用好妊娠在乳腺增生部位松解，这个四个针法。下面我们讲解乳腺增生的手法，乳腺增生手法我们介绍三种。第一个手法，用什么？在膏肓穴这里进行按摩，用我们医生的肘尖，让患者保持这个姿势，膏肓穴是暴露出来了。膏肓穴在哪里啊？在第四胸椎棘突下旁开上寸处，我们用肘尖来回拉来回拉，当场就减轻疼痛，减轻肿块变小。第二个方法，假如说这个乳腺增生在我们画的刚才这个乳房12:00的位置，我们可以在6:00这个地方按摩。为什么不在12:00？因为乳腺增生12:00这个位置疼啊。我在对称点，我们学数学时候知道它的对称点是在6:00，我把它按摩，当不痛了，我在12:00再继续按摩。比如说在9:00有乳腺增生，我们在对称点什么3:00位置先按摩，不痛了，然后在乳腺增生部位再按摩。第三个方法，比如说这个人怕疼，又
怕针，我们直接用什么艾灸。比如说乳腺增生在这个部位，我们取一片生姜放在乳腺增生的部位，然后用个粗的艾条对着这个艾生姜熏半个小时以上，如果有时间熏一个小时更好，那么也把这个肿块把它明显的缩小，疼痛也明显的减轻。在用生姜艾熏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同时配合双侧的肩颈穴，在肩颈穴上也放上一片生姜，然后也在上面进行熏，也在上面熏，如果允许的话可以同时进行，让患者自己拿一个，我们再帮助他拿一个，效果很好的。乳腺增生的针法我们介绍了四种，手法介绍了三种。那么有的老师会问，张老师，你介绍这个四个针法三个手法，我们怎么用啊？先用什么后用什么？下面呢我帮大家排一下顺序，排一下顺序。第一天请做笔记，第一天我们在中指这里扎一针，是同侧哟，对不对？扎过之后病人疼痛肯定减轻，甚至于消失。另外再加一个什么三载痛期，三载痛期流程多长时间？一个小时，就在这个点。为什么不扎腰底部积极松紧？我们都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。你第一天你在他同侧的中指扎已经很有效果了，你在腰底部再扎一针，不是画蛇添足了吗？我们第一天看病看的是什么？看的是人心，让他从心理上接受我们的方案，这个效果真神奇，当场就不痛，然后我们在肚脐来个三载痛击就很好了，又增加了门店的人气量，留针一小时，第二天在第一天的基础上，中指扎一针，三载痛击扎一针，然后可以选择腰底部结节扎一针，千万不要扎第二针，哪怕是你最好的闺蜜朋友也不要扎第二针，因为刚刚来两天还不太信任我们。第三天在第二天的基础上，我们就可以多松解两个结节，到第四天我们男士的中医爱好者，男士的医生就可以按摩了。第一天为什么不主张按摩？因为第一天对我们不了解，你张牙舞爪去按摩，人家防止造成误会，所以说前三天我们男士朋友不主张不提倡按摩。对于女士美女开店，你第一天就要按摩，按摩会增加什么？按摩会增加和病人之间的什么情感，所以说女士美女第一天就要帮助病人按摩，男士到第四天再开始按摩，不要造成误会。好，
通过治疗，大部分乳腺增生通过手法、针法，基本上就搞定了。那么有的结果别的，做了五天，乳腺增生还有两个，怎么办？我们就用到了秘方，用到了秘方。这个秘方我们就要要用到，我们请朱家老师啊发到群里面去。这个秘方第一位是什么？草白芍二十克。第二位郁金二十克。第三位三尺菇三十克。第四位瓜蒌三十克，第五位三七二十克。这个白芍，养阴柔肝，缓解疼痛；郁金，活血止痛，行气解郁；三尺菇，清热解毒。软坚散结，瓜蒌宽胸散结，清热，活血止痛。三七大家都清楚，活血化瘀的，也能起到止痛的作用。啊，我看到了群里有是吧？请大家记在本子上面。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方子怎么使用。怎么使用？把这个五味中药打成粉，一次吃九克。九克我们用黑芝麻糊。为什么用黑芝麻糊？因为这中药一般人吃一次吃两次可以，你吃了三次根本就不想吃了，有中药味。我们用黑芝麻糊半袋子或者一袋子加九克中药粉，搅拌成浆糊状，非常香甜。如果有糖尿病的，我们用什么？无糖芝麻糊。没有糖尿病的，就用有糖芝麻糊，更加好吃。一天吃几次？身体强壮的吃三次。身体虚弱的吃两次，饭后吃。那么吃多长时间？我们通过检查。我们检查时往往是什么？从外象限进行触摸，明显小了，没有了。当检查到最后没有了，再巩固五到七天。我们下面讲的方子也是这样吃的。我们检查时候从外象限进行挤压，进行触摸，千万不可以这样子，这样挤压触摸的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秘方。当针法、手法治疗五天不见效果了。把它用到这个秘方，这个秘方不需要分型。我们刚才讲了，乳腺增生分为两种症型，一个是什么？肾气型的，一个是月经型的，不需要分型，打成粉吃都有效果，效果都很好。那么假如这个秘方吃了五天还不见效果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要用到第二个秘方了。第二个秘方，对，用到第二个秘方。这个第二个秘方必须要分型，肾气型的我们用逍遥楼背散加减，起到的疏肝解郁、化痰散结的功效。我们这个中药请朱家老师发到群里面，肾气型的
发到群里面。柴胡九克，香附十二，郁金十二，青皮十克，盐胡索十克，川链子十二，北芍十二，陈皮十克，茯苓十克，海藻十二，鹅珠十二，虾姑草十二，栀子十二，丹皮十克，它起到什么疏肝解郁、化痰散结的作用。这个中药怎么煎？这个中药怎么煎？哎，放在锅里面，哎，放在砂锅里最好啊。没有砂锅，放在钢筋锅、铝合金这个锅里面都行，铁锅不可以放。放之后加适量的水，所谓适量的水就是什么，水的高度要比中药高这么三厘米左右。大火烧开，小火煎，小火烧20分钟左右就够了。早一碗，中一碗，晚一碗，饭后吃，不伤脾胃。这是我们讲的奉行，它是肾气型的，我们就用什么逍遥柳背散进行加减。那么郁金型的我们用什么呢？用艾仙汤来温肾阳、补肾精、泻肾火，调理冲任二脉。他的药方也请朱教老师啊发到群里面。是郁金型的，它是由鲜毛九克、淫羊藿九克、肉苁蓉十二、女贞子十克、何首乌十五、菟丝子十克、鹅珠十二、王不留行十二、郁金十二、盐胡索十二、川链子十二、桑寄生十二、杜仲十二、瓜蒌十二、白芥子十克、当归十二、香附十二。这是艾仙汤和四物汤进行加减的。这个方子效果也相当不错，也是和刚才的煎法是一样的。水的高度比越高三厘米，大火烧开煎20分钟左右。这是我们讲的，根据奉行治疗乳腺增生，它肾气型的，我们就用逍遥柳背散加减。它如果是月经来前后或者中间疼痛的，我们就用什么郁金型的方子，用艾仙汤和四物汤进行加减，能起到很好的效果。有人问，假如遇到一个特别严重的乳腺增生，这刚才这个方子还没有效怎么办？听过我课的老师都知道，张军老师最后一个方案是最厉害的一个方案。我们用什么导弹方？这个导弹方也请朱教老师啊发到群里面去。导弹方，导弹方就是我们柴胡桂枝干姜汤进行加减的。它是由下面药组成的，全瓜蒌25克，或者20克也行，干姜4束，柴胡。
侯六十，桂枝25克到45克。为什么有25到45克？他心跳偏快的用25克，心跳正常的用45克。牡蛎35克，黄芩30克，炙甘草25克，再加上瓦楞子30，防己15，这个防己用量不要超过15，用多了不好，用多了会引起什么肾脏的损伤，在15克以内是安全的，安全的。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导弹方，这个导弹方效果特别好，特别好，所以说把它叫做导弹方。那么这个导弹方和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方子就不一样了，不是用刚才的方法煎的，它是用什么浓缩的方法进行煎制的。所谓浓缩的方法讲一下，浓缩，浓度的浓，浓缩，缩小的缩。这个方子我们加多少水？加2400毫升水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把它煎到1200毫升。到了1200毫升时候，把所有月渣子，刚才这里面所有月渣子呀，全部去掉，然后再用小火把它煎到600毫升，一次喝200毫升，早一次，晚一次，中午一次，早中晚各200毫升，饭后吃，用的是浓缩的方法。先用2400毫升，如果时间允许，先泡1个小时以上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煎到1200，把所有油渣去掉。我们在课堂上很多学员回家会做错掉，把柴胡去掉，油渣去掉，其他保留，有没有听懂？把所有油渣都去掉。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柴胡大于60，它会敛肝阴，所以说我们要用浓缩的方法煎制，按照伤寒论这个煎法煎的，这是伤寒论张仲景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子，很有效的方子啊。煎到1200，把所有油渣去掉，然后再用小火煎到600毫升，一次200，一天3次，饭后吃，效果相当好，相当好。有人会问，方老师，那么我们来一个病人啊，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用导弹方，直接用手法按摩，可不可以啊？完全可以，但是呢，这导弹方煎法有点费事，是吧？有点费事，所以说你看这个病人非常聪明，我们怎么讲他能听明白？我们直接用导弹方都可以，但是这个导弹方你要知道，它针对的是什么？肾气型偏多一点。如果这个导弹方吃了几天效果不明显，我们还是按照风行来说，再加上刚才肾气型的逍遥楼背散，有相同月名字的，比如说白芍，比如说柴胡，都有，我们用导弹方的最大剂量，每位月有重复的，只准用一次，用最大剂量，
如果它是月经型的，用导弹方加上艾仙汤进行加减，同样的有相同诱发的，我们取最大剂量，这样的就没有搞不定的乳腺增生。所以说乳腺增生啊，我们方法全部讲完了，针法四个，手法三个，又讲了，我们把它再梳理一遍。第一天怎么治的？中指加三载通气。第二天中指三载通气，腰底部结节蜇人送检一针。第三天中指加上三载通气，腰底部结节可以多松解几针。第四天男士可以按摩。假如吃了五天不见效果，我们有打粉的方子。打粉这个方子吃了五天再不见效果，我们可以奉行，它是肾气型的，我们就用逍遥刘备散加减的方子进行煎。如果是月经型的，就用什么艾仙汤加四物散进行加减。如果这个分型吃了还不行，我们直接改用为导弹方。导弹方一定要什么浓缩的方法煎制。这个针法手法秘方经方全部讲完。那么还有一个心法没有讲，心法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乳腺增生啊，确实好治，用我们刚才的几种方法治疗，98%左右都能治好。为什么不敢讲100%？这个两口子天天吵架，天天和他老婆婆吵架，能治好吗？所以说，是心平气和时候是有效。天天吵架治真的不会见多大效果的，所以说我们做医生不能吹牛，98%应当没有问题，应当没有问题。那么治疗效果这么好，我们心里面还要知道，当我们治疗第三天或者第五天时候，就要问病人我们治疗效果满不满意。他说非常好，非常满意。就在这个美好的时刻，我们要和他讲清楚。讲清楚什么？讲清楚我们治疗乳腺增生是用几千年的中医治疗的，目的是为了规避乳腺癌，是为了规避乳腺癌。假如说乳腺增生这么大，放大了讲啊，治疗到最后90%真的消失了，如果到医院去做彩超或者做木马，一点看不到了。假如这个病人做过之后啊，没有了，他心里很开心。那么还有10%的可能性是出现这种情况，乳腺增生以前这么大的，到最后就要成个小点这么大。他做过之后心里就不舒服了，医生啊，你没把我治好，我们还有一点点，你治疗效果是有，但是还有一点，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在第五天和病人讲清楚，我们用几千年的中医帮你调理的，目的是规避乳腺癌的。并且我们做医生要讲究良心，收病人的钱要承诺，要有一个承诺，一年之内复发免费治疗，没有必要去检查，没有必要到医院做木马，
没有必要到医院做什么彩超。你做了之后，即使有这个小点子，你给我钱再多也治不完。所以说他，你这样在第五天他特别相信的时候，你和他讲清楚。假如他非要去检查，看到一点他也不会找你。如果你不和他交流，做过之后他肯定回来会找你麻烦的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提前告知就是心法，规避了易化矛盾。哎，提前讲人家反而佩服你，你不提前讲到最后再解释，做过彩超之后再来解释，人家肯定心里不舒服。这就是我们讲的心法。好，乳腺增生我们今天晚上啊就讲到这里。哎，就是下边呢我们留一个时间，哎，让大家提问。哦，感谢大家聆听和观看，有问题直接提出来。哦，手机拿过来，好，有人问我。看看有没有问题啊。算什么话，可以回放的哦，这个我们这个可以回放的哦。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啊，可以尽管提出来，好不好？嗯。大约多久什么能治愈？哦，这个问题问的呢有水平，根据他乳腺增生的多少啊。他如果单纯性的就一个，一次就治好了。如果有多个，有20个、30个、100个，估计要10天左右啊。一般在半个月以内基本上都能治好，很少超过半个月的啊。第二个什么，开始麻烦再讲一下两种类型的什么辨证方法和诊断。哦，两种症型，一个是肾气型的，它是一肾气就疼了，就是肾气型的。第二个是月经型的。哦，明白了吧？月经一来就痛了。哦，这是两种症型。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要看，翻翻看。一个月收多少费，这个问题问的就没有办法回答哟。哎，根据当地经济状况吧，好不好？嗯。还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什么方子呀？简方发一下，方子群里都有的啊，群里都有的啊，群里面方子都有。你可以往上爬楼梯都会找到的啊，都会找到的啊，都有的，好不好？嗯嗯。乳腺增生收费多少就看你运气了。我前年在这个荷兰讲课时候，到了你学员就请我喝茅台酒。哎，他把河南省副省长老婆乳腺增生治好了，人家一个月挣了20多万，但愿你能遇到这个好运，并且送了多少箱茅台给他，所以到了你就请我喝茅台酒。
看看还有没有问题啊。有回放的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听多听多看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可以回看看，回放有，不知道怎么用，群里有哦，艾灸能治好吗？艾灸对轻微的可以治好，好不好？那轻微的可以治好的，嗯，重的肯定要记住针法和中药。怎么样熬制方法发一下？熬制方法刚才已经讲了啊，啊，你再回放就再看第二遍就清楚了啊。图片群里也有的，哎，学员结束后一定要扫码，还没有进群的进来扫码，对。熬药的方法发到群里，熬药的方法我再讲一遍吧。奉行的两个方子，我们用正常煎法。所谓正常煎法，就是把中药倒到这个砂锅里，砂锅里加的水的高度要比中药高三厘米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煎20分钟左右。最后捣蛋方用浓缩的方法，回放都会清楚的啊，都会回放的。老师的针法第二种没太理解，第二种就是在腰底部节节松解的啊，用认真松解的啊，分为三个层次，先在节节的下方松解，然后穿过节节，哎，你看第二遍清楚了，最后在节节的上方进行平刺啊。看看还没有其他问题，如果没有问题的情况下，没有问题的情况下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好不好？老师什么好的心就到这里，好，感谢大家。我建议一下，我们为了晚上大家的辛苦啊，我们明天晚上可不可以提前啊？可不可以提前，7点钟讲，看看能不能啊？啊，看看我们然后和这个和老师再沟通一下，同意。明天晚上7点的我们打个一看看好不好，同意的可以打个一，我们看看征求一下意见。好，同意的打个一，我们早点结束好不好？好了能理解，那么就统一规定一下，明天7点钟准时讲课，后天也是的啊，我们这样子呢早点讲早点休息。好，谢谢，不用再打了，好了，我们理解了，好，行，好，谢谢，嗯，好，不懂的明天晚上也可以问我。我建议大家在直播间讲课啊，你最起码看三遍，明天你再忙，把笔记做好，看三遍，笔记做好。如果再有问题，明天晚上还可以问，好不好？好，各位老师再见。